我问你，你得该走哪儿啊？大王山桥。大王山桥不，我是说你该走哪根道？走成华大道。什么成华大道？你得。他们说，即使没来过四川成都，也知道去二仙桥要走成华大道，着马回西藏前，再到成都解开心中疑惑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卓玛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藏族姑娘卓玛。二仙桥是人行过街天桥呢，还是立交桥呢？它用双向挤车道呢，谁又会从那里经过？卓玛和二仙桥的交情还要从四年前说起。我现在正在寻找二仙桥的路上。哎呀，我感觉成都真的是太大了，每次从地铁一出来，又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一样。这边呢就是成华区，各位朋友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们这边有个大商场，这应该是写字楼。如果在这里买一个房，大概需要多少钱呢？记得我第一次到成都是接近四年前，当时是第一次走出西藏，也在用镜头记录生活。看到没有，沙河城市公园。我发现成都就。虽然雾有点大，但是这边公园特别的多，而且它的绿化也特别好。像这种低海拔的话，绿化尤其是树木这些比较好。我当时视频发出去呢，很多朋友都在下面评论，去二仙桥要走成华大道。而我当时就在想，他们在说什么？后面才明白，当时朋友都说没去二仙桥可惜了，怎么不带我们去看看二仙桥？来成都一定要去二仙桥，所以就在卓玛心中埋下了一颗疑惑的种子。后来时间慢慢的走，即便没去过成都的西藏人，也有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二仙桥。时隔几年，第二次到成都，卓玛一定要去看二仙桥是什么桥，才能没有遗憾的回家。到这边呢就非常熟了，后面就是东郊记忆了。当时在这里约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姐姐一起去吃火锅，然后感觉这里真的是现在比起前年的话又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卓玛真的被成都的繁华震撼了。如果你是摄影师的话，在这里拍照其实会有那艺术的感觉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刚刚前面发现有一个瑞幸咖啡，我本来想进去买一杯，结果有三个门都是被锁的，进不去。我以为只有这里上班的人才可以，没想到他的大门竟然在这里，这边应该可以进去，就很尴尬，一直在拉那个门。我看到一个川西坝子，听到这个名字就非常熟悉，因为这个西藏也有川西坝子。来把这个搬。甘蔗，看到后面有一个卖甘蔗的大叔。这个甘蔗的话，在四川呢是非常常见的，但是像我们日喀则那边的话是不种的。我发现成都这边的话都是这个共享的自行车，没有电动车。像西藏的话，全都是电动车，就没有自行车。走到这个天桥上面，这边是立交，但是。地图上面显示这边就是成华大道呀，各位盆地的朋友，我是不是走错了？看到建设路，我猜测附近是不是有个美食一条街？第一次来成都的时候我去过，走了好久还没走到二仙桥，我都在怀疑这是不是走二仙桥的路。地图上面是这样显示的，现在先去到前面看一看吧。我发现这附近修得特别的好，然后环境也特别好，而且最主要的是这里商场特别特别的多。如果全部买完那不得破产了。后面呢就是成都大名鼎鼎的东郊记忆，里面有很多说像我们咖啡啊聊聊天，然后拍照呀那些就会特别的好看，就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。走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，在路口转一个弯后就常常分辨不清方向，不知道走哪去了。还好现在手机上有地图，然后就非常的方便，不然的话刚刚又走了一条街，又感觉是全新的一个，然后就找不到了。如果是没有地图的话，像我这种路痴的话，那肯定走不得丢了，走丢了。我感觉我好像到了，那前面的路牌就写上了二仙桥中路，应该是在这个附近。作为全球华语地区享有一定声誉的成都地点，就这么被我找到了。藏族姑娘四年前的疑惑也被解开了，二大爷被谭警官抓到后，更多朋友对成都二仙桥产生好奇，连西藏的青年人们都知道，现在卓玛走在二仙桥可能遇不到那位二大爷，但是因为遵纪守法，也不必害怕遇到谭警官。如果在路上遇到，就情感饱满的说一句
景观好。我现在在二仙桥附近，然后后面的路写着成华大道，看来大爷是没有骗人的，走成华大道真的能到二仙桥。看到这附近有好多大排档，晚上这边应该是特别的热闹，但是白天就没什么人。我现在走到这边就看到了这个保利中场广场，我们林镇也有保利，还有广州有中场广场。我到二仙桥这边就走累了，然后在这边附近就点了一碗面，这个面大家猜多少钱？才13块钱，现在在西藏的话得有20块钱。我觉得除了这边除了住的以外，其他的物价还挺便宜的。如果在西藏川藏线能通车的话，那边就会便宜一点。没到这边之前呢，我一直以为二仙桥它就是个桥，没想到到了这边，它这边区域就叫二仙桥，就没有一个桥叫二仙桥。我以为这边有个桥，这就是二仙桥。去二仙桥可以走成华大道，那么面对未来的人生，各位朋友又会选择哪一条道呢？成都其实是全国除了川西高原、西藏、甘南、青海、云南几个藏区外有最多藏族朋友的聚居地，在这里生活感觉和西藏一样，不同的是这里有更加便利的衣食住行、看病的保障。所以咱们看在西藏有条件的很多都想以后在成都住下。卓玛的目标不仅是自己走遍全国更多地方，还想带父母长辈出来看看，他们平时要照顾家里的农田和牛羊，抽不开身，未来至少要带他们到成都和北京看看，看看维仁巷和二仙桥。另外卓玛也希望自己介绍家乡的视频能越来越好，被更多人看到。走上这个未来的道似乎已经找到了，努力学习提升自己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。14年的商场，那既然直接冲商场，那先去逛商场吗？天街，我们林镇也有一个叫公布天街的一个地方，它也是就是我们这边新修出来的比较热闹的天街。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过来喝茶吧。哎呦，哇，这里灯好漂亮，感觉他们在这里收摊哎。喝茶聊天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帮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车底，我们下去不行，没有了，哎，要相信我，技术好，好手艺啊，好痒啊，老技术啊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我知道所有的灯都熄灭了。也不停留。